丝，然后吃一个大包，就是带着一个大包，然后它酸好吃，哪儿都有辣。对，知道。沙漠不如沙漠的水，能忙忙忙忙的叫。好像好像不贵，500，熬一下10块是吧？不是10块钱，10块钱卖刀的这在这里刀子，也是刀切刀片，带底的。放上去以后就这么大刀片，放在旁边就是往在上面放，上面放蒜，蒜熟了能摇地蒜，哎，放上蒜就这么大刀片。然后是一斤一斤做，一斤以后就加盘了。怎么说？我说一斤以后就加盘了，用刀片。你多大刀片？一斤你说的是吧？再放进去人家放了一斤。哎呀，但是你用平多少桶？你用的是小包，小碗。但是这东西什么专业？这东西说不准确。哦，是吗？放上它冰到水里，所以冰到水里啊，它是四种的，四种的。因为这回呢，比咱厉害，我就靠一只脚的，我就靠一只爬的。不是爬，咱不会用几个手指头，咱不花几个手指头。研究素材，慢慢的研究素材。然后这东西你考察的怎么样？这是具体考察的，人普通老师都是。好吧，打一个这个东西。我不说我拉架了，那肯定那个就是你管，那老板干。你们岳父还好，你们还泡，泡着呢，不想给我泡，还没有洗头好，都是手机洗的。洗了两个，头都好了。他叫我们到僵尸凑一辈子吧。你怎么这么不听人家的？都是个汉子呀，是人家的。他们是汉子，我家不懂。这句话说明性的挺好的。我家是种花，我是种花不拉车去，种花娘的棒。什么花？都是娘的。我这句话就是那意思啊，说车去，动静就车去。但你昨天把车去车去了，还是骂回去。他这儿，这螃蟹，他这儿，哦，放海里吃。这是投资的杀鸡，杀鸡还凶嘞，知道吗？鸡都好。小花老师说，他家投资往这块一耗，产量一好。我这投资投资往来年，他就得交不少。小花老师，你平常了这么多，这毕竟投资了。